汪小菲日前连发好几篇微博针对 S 家，连小 S 和老公徐亚军也被波及。汪小菲爆料徐亚军都在楼下会所找姑娘，还说在上海养了好几个女的。不过小 S 一家不仅没有回应，还分享全家人为二女儿莉莉庆生的照片，看来是没太在意。而昨晚艺人小胡静晒出一支疑似徐亚军在酒吧的影片，还在贴文中感叹她老公真的好爱玩呐。画面中疑似是徐亚军的男子，身边紧贴着一名长发美女，还搭上手臂，互动频繁。短短九秒的影片上传后立刻被疯传，影片中的男子到底是不是徐亚军也引起热议。不过这也不是徐亚军第一次被曝很会玩，狗仔葛思琪八月就曾PO出他在夜店的照片，当时徐亚军身边围绕三位美女，还做出搂腰搭肩的动作，互动非常亲密。不过事后小 S 出面表示徐亚军不是公众人物，这类事情以后都不再回应。看来这次被爆出的酒吧影片画面中的人到底是不是徐亚军，也交由网友们自行判定啦。